开两亿重新征收的屏东菜市场，今年七月才拄开幕尔，才做这屏东头一个有冷气的菜市啊。不过，因为四个月游客反映讲，这市场内面油烟的味伤过重，大头也讲人客愈来愈少。这个月已经有三个业者被解除契约，无要阁做啊。屏东菜市场，我到时阵有北部的观光团来参观，团上拢拍拼咧推销家己的商品。不过无十分钟，游客煞拢无看人影。实际来到二楼的内容区，现场嘛无超过十个人。到底民众对这个合作五千级的市场有啥物看法？做生的跟熟的，可能会不希望在隔壁就看到，可能就是卫生上可能会有一些考量。都入来时拢一挂气味啦，啊，可能食的啦吼，啊未。青的物件，啊，搁一寡物件，冷气是因为伫咧冷气内面，就可能一寡味吼较会调的衫。东势市菜市场是开两亿外改建，七月营运了后，有民众认为单位的规划无好势，有抽油烟机煞无装管路，地主油烟四煞到边啊卖衫的单位，卖衫的头家娘嘛表示，伊不只后悔来遮做生意。想说我们衣服上面也会多多少少会沾一些油烟。甚至有客人来闻我的衣服，说有没有油烟味？差不多一半以上，哎呀，因为外口拢无人，唔是报道讲的三摊尔超过，啊空摊嘛介济，哎呀，啊唔知有啥物拢歹处理。团商表示，真侪头家因为生意歹，甘愿下晡才开店，甚至无要做啊。屏东县议员也伫议会质询城乡发展处长，处长间咧强调，已经有装排油烟的设备。环保局这边看到没有通风管的这个排油设施、排烟设施，您觉得有及格吗？所以我才说哈，我要来建议城乡处说，可能我们可以进场来做辅导。环保局长表示，菜市场的油烟问题确实要改善，也建议市场管理单位接受辅导，给摊商甲民众一个舒适的环境。记者胡兆勇高雄采访报道。